暑假期间看棒球比赛来做休闲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。体育局和职棒拉米狗桃园队合作，在暑假期间7月6号到8月底，提供每场斥各500张的免费右外野看台门票，让民众在比赛当天凭市民卡在桃园棒球场来兑换。跟随着场上球员的表现，观众们的情绪也跟着高昂起来。在夏天选择来到球场观赏棒球赛事也是一个热门的选项。市府体育局特别和拉米狗桃园棒球队合作，提供7月到8月底一共9场赛事的右外野免费门票给桃园市民，让放暑假的学生们都难掩兴奋，准备抢票去看球赛。听到这消息就是会觉得很想去试试看，然后去看看，就是让一些没有平常没有机会可以去看的人都有机会去看。体育局指出，市府提供每场赛事分别500张的免费右外野门票，民众不限身份年龄，只要持有市民卡，就可以在指定场次的比赛当天，前往桃园棒球场右外野看台入口处，凭市民卡兑换免费门票。如果没有市民卡的市民也没有关系，带着您的身份证，直接到我们的右外野看台，我们的市府资讯中心在那边有设临柜，可以直接申办市民卡，然后以市民卡领取我们的球票。炎炎夏日，想要来一场热血的棒球赛体验吗？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妨抓紧机会，带着市民卡前往桃园棒球场兑换免费门票，欣赏精彩的棒球赛事。记者严浩轩，桃园采访报道。